心情。
I love you forever, love you forever. 睡得有一点点不安稳，后面就睡得可香了。有没搞错吗？你得先答应我三件事。这么多？那算了。哦，不就三件事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第一件事，我以后的所有事情都会与你坦诚，我希望你也一样，对我不要有所隐瞒，要相信我。嗯，我保证。第二件事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民政局理证啊？鉴于你以前的信用，我需要法律的保障，不然的话……对，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。没问题。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三件事，我爱你，陆芳颖。